恩爱是用来秀的。勾引异性是每一个单身公民的合法权益。骗子，无耻！你配必须离婚。住手！你这样到底图什么？能不能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呢？只能上，不能败。行动。你太冲动了，冲动是魔鬼。反正你得对我负责。我特别希望你跟魏姐在一起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的幸福就是离开这个小空洞的老家，永远离开你。真的？不要搞我了。